要吃点点心休息一下吗？我准备了一轮。向着星辰，这片洞天与湖中洞天有关的问题，断玉线难化，现身吧！记住你了，来我家做客吧。彩雨流红，黑之翼平断咒断。行随神志，开光了，开光了，以断罪者。慢言吧。成景，雨线难化，
以断罪之名。又来了。真是与你分享。黑之翼，平断，绕过绕过嘛。才，固化生命。记住你啊，回敬我吧。天气真好呀，暖洋洋的，我们的身边马上也要热闹起来了。不知道干什么的话，要不要我带你去转转呀？
各位，抱歉打扰一下，我们终于请到专家了。专家这边请，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们请教。是从外面来的专家吧？太好了，我先来，我先来。别急别急，保持秩序，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没想到他们会这么热情。我想问的很简单，因为每天都很辛苦，所以我想在梦里变成一只史莱姆，要怎么才能做到呢？我知道我知道，我做过这种梦，我有发言权。第一次变成风史莱姆，我被冒险家的弓箭射中，整个晚上都在天上乱飞。第二次变成草史莱姆，我被一群孩子当成了白萝卜，头上的草都拽断了，好痛好痛。第三次变成冰史莱姆，结果我又被一个厨子抓住，做成了冰镇果汁。直到第四次，我变成了强大的岩史莱姆，去找以前欺负我的灵珠寻仇，结果他叫来了十几个兄弟，我又输了。等等，怎么都是这么惨的结局？史莱姆是魔物，虽然长得挺可爱，但因为总是捣乱，逃不过被冒险家讨伐的命运。相信我，魔物的下场都不怎么样。哦，也是，毕竟是魔物，我只是想体会一下不同的生活，但变成魔物好像还不如现在这样呢。变成更普通的团雀或者鱼，会不会快乐一点呢？看来当专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嘛。下一位，轮到我了。专家，我想知道我要用什么姿势入睡，才能做和昨天相同的梦呢？这个，你不帮帮我吗？那你先说说你想做的梦是什么吧。很普通，就是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坐着和我的妻子聊天，聆听风吹过山野的声音。那直接找你的妻子聊天就好了，没必要在梦里实现嘛。这个你有所不知，他已经不在了。对不起，我又说错话了。没事没事，是我没说清楚，我就是想再见见他。对啊，我觉得比起姿势，睡之前在想什么更重要。只是这样就可以了吗？毕竟想他的是你，做梦的也是你，你的梦很容易把他们关联起来。有道理，我今晚就回去试试，谢谢专家的建议。到我了到我了，我想知道梦里见到的植物的名字。我想把我房间里的纪念品盒带到梦里去。我昨晚梦见了荒地上飞过了一只乌鸦，请问这有什么含义吗？喂，别急，一个一个来嘛。哎，他们的问题太难了，我们并不比他们多知道些什么，只是经验比较丰富而已。也对哦，探索和思考比问题的答案更有意思。打个比方的话，就像饿了三天三夜的流浪者，无比渴望补充能量，至于是米饭还是蛋糕都无所谓。我这么说的话，你知道我想起谁了吧？是的，他如果在这里多半会说类似的话，可惜他现在很忙，应该没时间参加这样的集会。两位专家，又有客人想要向你们请教。不用了吧，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我们算不上什么专业人士。这位客人比较特殊。我的问题是，你们来这么有趣的地方
怎么不叫上我？你怎么在这里？像品梦一刻这样有趣的活动可不是每天都有，再忙我也会抽空来看看。遇见你们倒是意外的缘分了。对了，你是最了解梦的人，那应该可以帮我们回答所有的问题吧。这么说也没错，来吧，想问什么都可以问哦，越有意思的问题越好。怎么了？刚刚气氛还很热闹，怎么突然都犹豫了？就算是这样，我看上去也不可怕吧？要说了不起的程度，你们也在须弥做了许许多多伟大的事啊。有趣的问题一下子都消失了，原来我是扫兴的那个人，那我走好了。也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不想违背品梦一刻的初衷，即人们相聚于此，自由分享美妙的梦境。现在的气氛就像装在容器里的水，多了一份循规蹈矩，但再也没有身处江河的自由自在。我只是想成为其中的一枚水滴，可不要当什么不解风情的容器。在闹别扭呀。没关系啦，你们都积极一点，草神大人很容易相处的，不然他真的要走了哦。那我先来试试吧。哦，是刚刚的软体人。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称呼？我已经不想变成史莱姆了，可能团雀或者鱼更适合我。原来如此，想要在梦中变成小动物对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可能就是想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事吧，毕竟生活千篇一律，明明抬头就是天空，远方就是海洋，但我只能被关在轮回一样的日子里。所以想要在梦里获得新鲜感。抱歉，我好像更困惑了，那为什么不在现实里寻找新鲜感呢？因为不工作就没有摩拉呀，我也不想天天敲钉子锯木头，可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琐碎填满，一点自由空间都没有了。可是这样的话，就算在梦里变成了飞鸟或者鱿鱼，你还是会继续敲钉子和锯木头的，因为你已经被关起来了嘛。肉体化作什么都好，精神仍然飞不出这个困境。哎，这么可怕吗？那我应该怎么办才好？虽然我不能切身感受到你背负的压力，但要不要先换一把锤子试试呢？换锤子？对啊，工作了这么久，一定知道什么样的锤子用起来顺手吧。那当然，重量要足，这样可以减少挥击的次数，握柄不能太光滑，不然容易握不稳。这么说的话，现在用的锤子的确已经有一阵子没换过了。更换一下吧，在锤子的握柄上配上喜欢的装饰，毛皮或者硬皮带，最后再写上孩子的名字。很有道理，感觉工作起来都会更有力量。新鲜感就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小小仪式哦。你不需要变成飞鸟或者鱿鱼，只要你努力的生活，你所珍视的一切都会是你幸福的源泉。我懂了，我懂了，简直就像醍醐灌顶。我现在就去挑选新的锤子，不，我应该自己造一把。谢谢草神大人。不愧是你啊，总能找到这么好的切入点。其实我也没怎么理解。哎，
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见过有工人做了同样的事，在他很累的时候，就会看看握柄上的名字，不一会儿他就开始笑，吓了我一跳。我猜，对他来说，那应该是很重要的人的名字吧。观察之后我知道，这样的行为会让人类获得动力，但为什么呢？是兴奋，是期盼，还是无奈？我无从得知。就算能知道他的想法，也难以把握他的情绪。原来是这样，对你来说居然需要绕这么大的弯。所以我刚刚也稍微有点忐忑，索性看他那么开心，我应该没说错话。不用太在意，这就是我的学习方式了。你把我排除在外了，我明明也很擅长察言观色。谢谢你们，那我安心多了。下一个问题吧。哦，我的问题刚刚已经问过了，但我还希望能听听草神大人的回答。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在每个夜晚的梦里都见到我已经过世的妻子呢？对已逝之人的思念啊。就算不停地重复那些美好的记忆，也只是放大现实的空虚而已。如果他还在的话，一定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你吧。嗯，理应如此。但我们在梦中度过的时光，并非只是对记忆的重复。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想他了，他在梦中的样子，简直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梦里发生过什么，他全都记得。就算我醒来了，再次入梦之后，我们还能顺着上次的话题聊下去。这可真是奇妙。按理来说，连续性的梦境少之又少。他在我的梦中，就像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可他越是鲜活，醒来的我就越觉得空虚与痛苦。这究竟是好事，还是折磨呢？或许一切的根源还是在于思念吧。你和他是否拥有很遗憾的未尽之事？我不知道，但不能和他白头偕老，一起走完这一生，就是我最大的遗憾吧。本来我已经准备向前看了，要不是这一场过于真实的梦，我也不至于如此犹豫。这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但梦境永远都只是梦境，我们是活在现实中的人，过于沉溺在梦境里并不是什么好事，只是会不断地消耗你的心神而已。我知道，所以我也有点自责，我还需要照顾我和他的孩子。让他看到爸爸萎靡不振的样子，影响也不好吧。还是谢谢草神大人的建议。他的状态让人有点担心，希望他能快点振作起来。我觉得我状态还不错，你们如果觉得有点无聊，也不用一直陪着我，毕竟你们是来玩的嘛。
你好点了吗？我觉得草神大人说的很有道理，我需要从这种思念中抽身。我想了想，每次在梦中，我都会和我的妻子在一个相似的地方见面，那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只是稍微有点远，也比较危险，我一个人不敢去，但果然还是应该去看看，看到那里什么都没有，我就能认清现实了。不然总觉得我自己像喝醉了一样半梦半醒，只要晚上不要再梦到相似的场景，我大概就能回到现实中来了。哎，你们是冒险家对吧？如果可以的话，能麻烦你们护送我去那个地方吗？就当是去转换一下心情好了，虽然见不到你的妻子，但能看到大好的风景，心情也会跟着开阔起来吧。我希望是这样。快点振作起来吧。你们又打算瞒着我去什么好玩的地方吗？你不是在回答问题吗？刚刚结束，今天真是收获颇丰，听到了好多好多新奇的想法。你们好像要去什么地方，也把我带上吧。这种事不方便麻烦草神大人，你应该还有很多事情要忙。不用客气，我自然是考虑过才说要一起去的。我想趁此机会和你们讨论一些我心中的困惑。草神大人居然也会有困惑吗？我和你们也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了。好了，走吧，边走边说。
有种出来郊游的感觉呢。冒险家总是来这样的地方吗？啊，真是了不起。你们在梦境里都是在这里见面吗？嗯，基本都是，就在前面的山顶上。我们什么都不干，就聊一些日常的话题。我会告诉他海达，也就是我们的女儿的近况。他每次听得都很入神，他也会和我一起回忆过去，和我分享趣事，开些小玩笑。就是这种感觉，让人觉得持续多长时间都不够。平凡与安宁，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呢。这就是我感到困惑的地方了，因为我对梦比较了解，梦境普遍是缺乏逻辑和连续性的。你之前说过，他会记得你讲过的事，对吗？嗯，他以前就会很专心地听我说话，现在在梦里也是一样，他总能记住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来为我制造惊喜，这也让我觉得他就像活过来了一样。有点神奇，不过梦境本来就是神奇的东西。问题在于，他的描述太有序了，梦是一种比你们想象的还要脆弱的东西，比如窗外传来巨响，在梦中可能就会变成你被装进大炮发射出去；比如口干舌燥，在梦中可能就会变成在无尽的沙漠中艰难跋涉。而你的妻子的形象，稳定到不受一切的干扰，从概率上说，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我也没有理由怀疑或是拒绝这场梦，因为它实在太美了。但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梦境对我来说也是新奇的现象，所以我想来观察所谓的现场。走吧，就当是郊游，我们去山上看看。
谁的馈赠呢？呀，哎，呀，小牵手。啊，果然这里不太安全。没关系，速战速决吧。哦，你也要参与吗？当然，这也是郊游的一环嘛。风景挺好的嘛，也很适合睡觉和吃零食。我也想天天来这里打发时间，嘿嘿。好像没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我不打算否认思念的力量，或许这种不可量化的情感因素真的拥有整理梦境的能力。他的妻子一定是很有魅力的人吧。啊，艾洛曼人呢？你居然在这里等我。我今天带了很厉害的人过来，草神大人说要和我同行，吓了我一跳呢。等我路走熟了，我就把海达也带过来，他一直和我说很想你。他怎么了？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啊。等等，麦纳尔，那边有点危险，别再走了。他要掉下去了，拉住他。幸好他没摔下去，但他怎么突然开始说胡话，现在好像又晕过去了。他现在处于梦境之中，他刚刚说的话也和之前他描述的梦境几乎吻合。哎，他睡着了，还做了同样的梦。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我们不能叫醒梦游的人，只能在这里等等了。麦纳尔，麦纳尔呢？哦，你已经醒过来了，太好了。我这是梦游？哦，对呀，那只有可能是梦呢。爬上山顶的瞬间，我就看到我的妻子麦纳尔坐在那里，我就走过去了。他听我介绍了你们，就有点慌张地往前走，我让他别过去，那边是悬崖。接着他好像就消失了，我的身边吹起了大风，天也突然黑了下来。当我意识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时候，我就醒过来了。听起来这也太奇怪了，你是不是太累了呀？不会吧，我昨天睡了很久，现在也不觉得困。可能是我们跟来影响了他的潜意识对梦境的塑造吧。不管怎么样，能平安苏醒就好。我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了，抱歉，要不是你们一起跟来，我可能已经摔下去了。总之我们先回去吧，你暂时不要来这个地方了。嗯，好的。纳西达，现在你有什么想法吗？我有点担心。线索太少，我的推论还不太可靠，但是我在担心如果艾勒曼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的话。对啊，凭梦一刻还有那么多对梦境记忆犹新的人。对，不只是凭梦一刻，这样的人可能还存在于须弥的其他地方。
我们需要尽快掌握现状和它的发展速度。那我们快回去吧，别愣着了，艾勒曼，快跟我们走。手牵手，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一路上还顺利吗？事态很紧急，麻烦你通知在场的所有人，可以继续讨论，但不能尝试追寻梦中的场景。好的，既然草神大人都这么说了。但我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吗？看你们脸色都挺严肃的样子。我知道了，居然有这么危险的事。放心吧，我会提醒所有参与者，我还会把这件事告诉品梦一刻的其他工作人员。通过报名者的名册，应该可以联系到更多对梦境感兴趣的人，警告的范围应该能更全面。多谢你，这下子帮大忙了。我先确认一下今天来参加活动的人是不是都还在。阿塔已经回去了，好像要去造锤子，问题不大。稍等，凯西亚呢？哎，你们有人见过凯西亚吗？他已经走了吗？哦，他说他有想去的地方，好像已经出发了。糟了，不会也是想去探寻梦境中的场景吧？能告诉我们他去了哪里吗？他简单和我说了一下，就在荣讯窟附近。好的，谢谢你，我们现在就去看看。麻烦你也帮我们通知一下其他人，千万不要贸然行动。知道了。唉，谁能想到会变成这样。
有心事吗？我来陪你一起想吧。我在这里，你带来新的故事了吗？我用我亲手做的早夜蜜糖和你交换。这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就好像你总能透过清澈的湖水一眼就看出来里面游着的是什么品种的鱼儿一样。这里氛围安逸，连风吹在脚尖的触感都轻盈柔软，我当然住得习惯。对小鸟来说，它就算再怎么向往森林和群山，每天都想要啄啄不同果子的味道，飞得久了累了，总还是要有一个地方栖身的。我很高兴能到你的巢里小憩片刻，尽管都是住的地方，这可比鸟笼宽敞多了。谢谢你，我能明白你的好心肠，所以我不会和你客气的。在那里已经被魔物包围了，先把他救下来再说。嘿，哎，简称嘿，现身吧。呀，嘿，咻，果然和艾勒曼那时候的状态一样。不过幸好他没有受伤或者被惊醒，我们小心一点，把他带去安全的地方。明天见，艾莎老师。我这是为什么又回到这里了？梦，可是艾莎老师。哦，我知道了，果然只是梦而已，毕竟他还是这个样子。啊，他还是没有开花呢，明明都已经快20年了。唉，
是和梦的内容有关吧？可以和我们详细说说吗？不好意思，我还有点恍惚，请先让我平静一下。先从他说起吧。这盆植物就是我方才提到的艾莎老师临走前送给我的，他是我父母的好朋友，也算是我的启蒙导师，是一位了不起的申论派学者。除了有卓越的学术天分，他的身手也很了得，会承接很多冒险家协会的工作。哦，所以他是去冒险了？是的，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他说他必须去追寻深渊的秘密，要离开很长的时间。我拽着他不让他走，我不知道什么是深渊，我只知道他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后来他也抱着我哭，我们哭了好久。我记得我哭到后来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家里，他还是走了，留给了我一封信。他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在乎的人，但调查深渊的目的是替更多的普通人保护他们所在乎的人和事。在之前的冒险中，他得到了很重要的证据，如果不动身，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向着星辰与深渊不只是一句口号啊。他把种子留在了信里，告诉我只要这种子发芽开花，无论他身处何种险境都会想办法回来。他说他很期待我长大成人的样子，可是很奇怪，无论怎么浇水和施肥他都没有开花，就算我去问申论派的学者也没人能解释这种现象。能让我仔细看看这株植物吗？当然没问题，我也希望草神大人能为我解答困惑。我看看这个纳西达居然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好少见啊。他好像有点不舒服，我们去去就来。到底怎么了，纳西达？连你都不知道吗？不是，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在犹豫的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他种下的并非学界熟知的任何一种植物，而是他通过特殊手段培育出的新物种。从他表现出的特征看，我能判断，从他破壳而出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具有开花的能力。啊，这。也就是说，他口中的艾莎老师可能早就预知了危险，也做好了无法归来的准备。根据我的观察经验，这无疑是残酷的事实。面对残酷，人们可能会嚎啕大哭，可能会胡言乱语，可能会大发雷霆。我知道他必须面对真相，可是我又不想伤害到他。教教我吧，我该怎么办？唉，确实很棘手，毕竟你都感觉到了。但这不就是把责任推给你了吗？如果他对你发火怎么办？没关系啦，人是多种多样的，刚刚你举的例子都是极端情况。好吧，谢谢你们。那我们回去告诉他这件事吧。不能开花？这怎么可能？植物不能开花，那岂不是不能繁衍后代，只能渐渐凋亡？你的意思是他走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回来是吗？他
说的那一切都是骗我的。但他是善意的，如果怎么都要面对残酷的离别，他也希望能稍微晚一点。对呀，他对你的爱、照顾还有呵护，记忆中的那些温暖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呀。我猜他一定也希望你在了解真相之后能理解和尊重他的选择。我明白了，对不起，我不想抱怨，我只是有点承受不了，明明梦那么美好，现实却冰冷无比。我真的以为他回来了，我有好多话想要和他说。这场梦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和单纯，或许有某种力量在利用你们的情感。是这样吗？嗯，所以在调查完成之前，希望你能尽快回到品梦一刻，并且不要再接受梦境里的暗示。抱歉，我知道了。谢谢你们能来救我，这株植物也没有受损，不然就连最后的纪念也没有了。谢谢你们，看来他总算是接受了事实，但恐怕这种悲伤的情绪还要消化很长的时间。你们提到爱的时候，我见到他的眼神有明显的动摇，就像是及时到来的一场温柔的雨，浇熄了即将蔓延开来的火焰。因为人是会共情的嘛。共情？原来是这样，这是很贵重的知识，我学习到了。对了，你刚刚说有人利用他们的情感，你难道已经有推测了？是的，这两件事的共通点就是埃勒曼和凯西亚都失去了最重要的人，他们能够在梦境中与真实之人再次相逢，并且对方的真实感远超梦境能够提供的水平。比起解释为思念的力量，我不得不往糟糕的方向想，有人正在利用他们的思念。对啊，只是引导这些人做梦而已，为了什么呢？这是我们需要继续调查的点。总之，我们再回一趟品梦一刻吧，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希望事情还没变得更糟。我们回来了，现在的情况如何？抱歉，草神大人，我们还在想办法说服经历这件事的人。由于有您的警告，就算对方意识不到危险，我们也把他们带到了这里来。但是好像还有一些人已经陷入沉睡，长时间没有醒来。这种情况我们也无能为力。品梦一刻只是个小规模的同好会，组织方的人手实在是不够。果然会变成这样。看来我猜中了，是草神大人，他回来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要把我们召集起来？在这里的各位，很多人都正在经历一场美好的梦境。很抱歉地告诉大家，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梦境的背后隐藏着某种阴谋，所以在真相大白之前，还请大家不要主动去追寻梦境中的场景，或者接受类似的暗示。这没什么关系吧，反正只是做梦而已，又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影响。我们已经遇到了两个人，因为接受了梦的暗示，独自跑到了野外，并且遇到了危险。就是，这已经不是做一场梦的程度了。好吧，我知道了。意思是只要事情调查清楚了，这样的梦境就可以继续了。
是啊，我还想见见我的姐姐呢。实在抱歉，草神大人，可能接下来说的话有点冒犯。我们和刚来的人讨论了一下，我们都在梦中见到了真实的人，他们就像活过来了一样，令人不愿意再醒来。这也和我们调查的线索一致。所以，如果说这件事调查的结果是要终结这场梦境，那对我们来说实在有些残酷。我们都能理解其中的危险性，但可能您无法理解梦里的那个人对我们有多重要。我想，不是每个人都会理解并配合您现在正在做的事，至少也会想在您调查结束之前，去梦境里和那个人再见一面，说一句再见。这也是我们遇到的最棘手的情况之一，愿意配合我们的人并不算多。就算是知道了危险，还是要回到梦里去。没错，我们对危险的描述，相较于甜美的梦境，就像简笔画一样苍白。看来现状会不可避免的失控，我们耽误的时间越多，就会有越多人无视警告，回到甜美的梦中。那要怎么办？只能亲身去梦里看看，揭晓事情的真相了。皮特先生，这里有正在经历这段奇妙之梦的人吗？我想想啊，来这边吧。好的。这位女士不愿意接受我们的说服，不久之前就在这里睡着了。她只是睡着了，并没有出现梦游的情况，看来入梦还不深。去梦里，我们也要睡觉吗？不用担心，我可是小吉祥草王呢。不用紧张，闭上眼，幻想自己是逐渐消融在沙滩之中的浪花，逐渐分散，逐渐下沉。怎么了？看你有点恍惚的样子。没事就好，有什么状况的话一定要记得跟我讲哦。总之我们好像顺利进入梦中了。原本以为我们会来到某个熟悉的场景，但现在周围似乎都是陌生的风景。好多巨大的植物，连天上都有，太神奇了。按理来说，我们应该直接抵达黛比的梦境，看来事情果然不同寻常。总之先寻找一些线索吧。起精神来呀！这好像是通往什么地方的门，反正也没有别的路，进去看看吧。
常熟悉的地方了，这里不就是普斯帕咖啡馆吗？我看见黛比了，她就在那里，看来我们并没有来错地方。那种奇妙的梦往往会暗示一个真实的场景，这也和我们之前收集的信息相吻合。那刚刚我们在的空间又是怎么回事呢？你的意思是又是集体梦境？这样的可能性最大，毕竟有那么多人都在经历相似的美梦。如果是各自独立的梦，无论是操纵还是管理，都不如像这样连在一起方便。我明白了，我们去找黛比聊聊天吧。不过他旁边还有其他人，他们也在做梦吗？如果现在这个空间是只属于他的梦，那旁边的人可能是黛比的真实之人。总之先确认吧。确认？这要怎么做？看我的就行了。这里的咖啡还是和以前一模一样。你们走遍了提瓦特，肯定喝过更美味的咖啡吧？哼，外面的东西再好，也不如家乡的味道令人怀念呢。是啊，身体的习惯可没那么容易改。总之干杯吧，庆祝你们终于回来了。小牵手。听起来他好像有点犹豫。确认过了，这里确实是只属于他的梦境，因为我听不到另外两个人的心声。这就是草神的力量吗？那我以后也要小心点。放心吧，平常我不会使用这样的能力，毕竟很不礼貌嘛。我也要做好准备，接下来又要讲一些残酷的事，我不能再逃避了。草神大人，您怎么会在这里？抱歉，打扰你们的庆祝了。你能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与你的记忆有出入吗？我不太理解，草神大人具体是指？我知道，草神大人想说我们能在这里相聚是人生中绝无仅有的缘分。不如多来喝杯咖啡怎么样？我请客，这次回来我可是赚了很多呢。记忆绝无仅有，仔细想想，他们的真实情况你应该最了解。像这样聚在桌旁谈天说地，是否只是一厢情愿呢？蒸汽鸟报社的报道准确无误，他们乘坐的商船触礁沉没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收到巴斯马和加斯帕尔的消息。喂喂，说什么呢黛比？想起来了就好，这里的事都是不真实的。我明白了，我是在梦里吧？但既然是我的梦，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我享受这里的不真实，我没必要面对现实的悲剧，他们都是我无可取代的好朋友，也只有他们两个能理解我了。继续做这样的梦也没什么不行吧？但我很担心再这样下去，你会渐渐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因为梦境
永远最符合你的心意。相比之下，现实荆棘遍布，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放心吧，那还不至于，我有分寸。真的吗？要不然我们先别管这些复杂的东西了，喝杯咖啡，吃点甜点，怎么样？现实也好，梦也好，开心就好嘛。这怎么能不管？我们连你们是哪里来的都不知道。啊，对不起，我没有恶意。没关系，我也知道各有各的难处。以你现在的状态看，这里暂且对你无害。我想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往更深处走吗？这个的话，我曾经听过一个陌生的声音，告诉我这里有个入口，可能过段时间我会进去看看吧，但现在是没什么兴趣了。好的，谢谢你的帮助，我们走吧。果然，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梦境的最表层。我们又回来了。哎，我们刚刚在上面吧？不对，是下面。上面不用慌张，梦境就是如此。我们已经从黛比的梦里出来了，但梦境还在继续延伸，不知道通向何方。这个梦拥有创造虚幻之人的能力，才会如此令人流连忘返。原来是这样，有点难以置信。我有个猜想，如果这些梦境都是连接起来的，他们应该拥有某种顺序。刚刚的黛比，他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说明他入梦的程度还比较浅。但现在我们身处的空间已经倒转，还记得我说过梦境的特点吗？梦是乱的。没错，也许我们现在就在不断地深入这场梦，越是往下，越是能接近本质。真相多半就在最深处等我们吧。嗯，也要做好所有的准备。看他的样子，我们好像要把什么东西放进去。简称开始。全都看见了。又来了。起呀，走。下雨的时候它好像就会慢慢消失，但雨停了就会重新出现。与其说是花，不如说是躲避目光的草史莱姆。又是奇妙比喻时间。置业换线。哇，又到上面来了，搞不清了，到底是上面还是下面？幸好没往下掉。还好还好，是往上掉。不要再说了，我早就搞不清楚了。顺风顺水。
我们是不是前不久才来过？很有可能是埃勒曼的梦境。他怎么又开始做梦了？看来危险并不能让他放下对妻子的思念之情。按照之前的推断，他的梦出现在这里，说明他睡得更沉。不过好在之前就和他接触过，希望我们能顺利地把他唤醒。埃勒曼！哦，是你们呀，真是奇妙，你们居然也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梦？你能知道这是梦吗？那是当然了，现实中可没有这样的好事。我来介绍一下吧，这位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的妻子麦纳尔，这是我们的孩子海达。你们好，非常荣幸能够得到草神大人的关照。爸爸居然认识草神大人，好厉害！这个是什么？是新的玩具吗？不是玩具，是派蒙。不对，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那西达，和我们的推断有点对不上吧？稍微给我一点时间。哦，对，刚刚在屏幕一刻没看见他，我以为他回家了。抱歉，因为我无论如何都想让海达见见他的母亲，路线我也踩得比较熟了，我就带海达来了这里，幸好没遇到什么魔物。我也很开心，没想到海达长得这么快，实在是辛苦他了。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他，没有尽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没事的，不用说这么不开心的事，虽然是在梦里，我们能这样团聚也是上天的恩赐啊。怎么办？我们应该说出真相吗？残酷的事情还是让我来做吧。让我来吧。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我们并非你的梦境创造出的形象，而是具有自我的意识，和那时候一样，我们仍然在调查这个梦的真相，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也就是说，这个梦果然还是不正常的吧？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一家人的团聚注定还是短暂的。妈妈要走了？可能。最后的结果或许就是这样。不要，妈妈不能走。我不太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放心吧海达，妈妈哪里都不会去，不要哭。麦纳尔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认知和我不一致，我明知这里是梦境，所以我不会和他讨论真实性，但算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复杂的事我不懂，这个梦不管是好是坏，总之你们是来解决它的吧。那就让我们最后再享受一会儿吧。无论背后原因是怎样，我都觉得自己很幸运，也对这个机会颇为感激。这个梦非要消失不可吗？对不起，恐怕是的。这样啊，我知道了，请往这边走吧，这个方向可以通往更深处，听说越往下走就越是甜美，越是能让人流连忘返，你们想要的答案说不定也混杂在里面，快去吧。谢谢你能够帮助我们，我也由衷地感到抱歉。不用谢，因为我也别无选择，毕竟我只是一个凡人，无权也无力干预神明的做法。我等下也会跟来，至少也要让麦纳尔和海达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然等醒来之后，海达可能就要错怪他的妈妈了。我们没有在做坏事吧，纳西达？那要看你如何定义好与坏了。
是同样的地方，看来这里就像是连接整个梦境的楼梯，只是模样看上去越来越凶狠，普通的楼梯可不会试图攻击我们。对啊，我们的推断好像出错了，埃勒曼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并且非常乐在其中，与其说是在更深的梦中，不如说是更清醒了。我觉得思路没错，只是可能要换一种解释，并不是梦的程度越来越深，而是梦境的主人对这里的依恋越来越深。你们从来不会把梦当真，对吧？我的话，偶尔会觉得，如果这是真的就好了，但也只会这么想想，马上就抛到脑后去了。因为我们是生活在现实中的生命，现实理应是我们的重心，这也决定了梦的虚无缥缈的性质。无论变成什么样，我们都不在乎。可是，如果我们决定放弃现实，拥抱梦境，它对我们而言就不再是无所谓的东西了。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大脑会越来越用心地构建梦境世界，真实感也会越来越强。还记得虚空可以把梦境转化为知能吗？构建真实的梦境，消耗的也是类似的力量。那是不是意味着，这里也有一个像花神丹姬的妮露那样的梦境之主？只要唤醒他，这个集体梦境就结束了。很有可能，须弥城的集体梦境是由虚空创造的，而现在虚空已经被关停，这件事和兰纳罗无关，人类也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创造集体梦境的能力。也就是说，他难道把虚空重启了？那倒是不可能，但他多半是教令院的学者，且曾经与虚空有紧密的联系。但就算是这样，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又是现在这里并不是终点，等我们了解了他的动机，一切疑问也会迎刃而解。大家以断罪之名。
知识与你飞，忍唱开始。之前在这里的水全部变成雨降下来了，这水涨上来之前迅速通过吧。也不能说是完全没见过，这里应该已经是终点了。哎，不会吧？对啊，这不就是很普通的城市街道吗？我拥有和梦相关的全能，所以谁在做梦，谁是被梦创造出来的，一目了然。估计只有完全接受了这场梦境的人，才会来到这里。这里有好多人，我们要怎么才能把梦境之主找出来呢？没关系，我自有办法。处于很普通的梦中，应该不是他。难道看见沙迪耶的眼光真好，听他的总不会错。好像不是他。小天使，谁不希望梦能永驻呢？他刚入梦不久，肯定不会是他。不过有时候会觉得拉凯什再多一点主见就好了，但现在这样我也很满足。很可惜，并不是他。我听说，如果给植物听音乐的话，他们会长得更好。正好我也好久没有听你弹琴了。这两天有点忙，不好意思。居然是草神大人。草神大人，还有您的同伴们，你们好。我是在这里经营花店的艾米尔，这位是我的丈夫莫塞伊斯。请问有什么事吗？你对我应该非常了解，那么也不必演戏了。或者你需要我称呼你一声梦境之主吗？原来如此，不愧是草神大人。不好意思啊，艾米尔，好像我的研究引起了草神大人的关注。你先回花店那边去吧，等会儿我一起来帮你修剪。好的，我明白了。看来在草神大人的面前，妄图以小聪明与您嬉戏一番，
我还是太天真了。就由我率先发问吧，这样也显得知趣一些。您对这个梦境的了解到了哪个程度呢？这个梦境借由虚空搭建而起，拥有创造不复存在之人的能力，而你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成为了永远不会醒来的梦境之主。永远不会醒来？真是令我刮目相看。我所面对的不愧是智慧的化身。能让我知道您是如何推理到这一层的吗？作为报答，我也会回答您最好奇的问题。很简单，因为这个空间中除你之外，无非只有做梦的真人和被创造的假人。而你虽然处于这个梦中，看似与其他人相同，但我感受不到你的梦。我要如何唤醒一个本来就清醒的人呢？有意思。以清醒的状态成为梦境之主，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因为你醒来而崩溃。理论上，你也获得了对这里的绝对掌控权。从各种角度看，这都是最优选。剩下的问题就是，你是如何做到的？答案不就在眼前吗？草神大人，因为我把我的现实都奉献给这场梦了呀。早在虚空还在运行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意识全部上传到虚空之中了。其实这些都源自于一场意外，我本来的目的并不是虚空或者集体梦境，而是串联起一切的线索，拥有真实感的人。没错，人类实在太复杂了，除了借用虚空的强大智能，我想不到实现它的其他办法。虚空无比伟大，就算我挪用一点也不会有人察觉，而这一点智能对我而言已经用之不竭了。我就算只是用穷举的方式，也能训练出颇为真实的人格。我把第一个作品命名为艾米尔。那不就是刚刚的女孩子吗？我和她同一天进入教令院，从办理入学手续开始，我们一天相遇了六次，就是这么简单的原因。我们后来坠入了爱河，一起学习，一起研究，一起进步，我们的步调颇为一致。我总觉得我们心脏连接在一起，只是身体分开了而已。然而魔灵病只夺走了他的生命。因为我需要更多的训练样本，用于进一步完善艾米尔的人格。我从虚空的数据库里找到他们的数据，以检测心理疾病为由，在他们体内留下收集装置，这样我就可以将他们连成网络，让艾米尔感受他们的思念，逐渐成长，变得温暖。为了全情投入，加快研究效率，我就把意识也上传到了虚空，也成为了网络的一部分。所以准确来说，并不是你不会醒来，而是你不能醒来了。因为虚空毫无预兆地关掉了，我失去了所有智能，被拘禁在自我搭建的网络中。起初我有点慌张，但整理了情况之后，我知道只要切换智能的来源，就可以重启这个世界。所以网络里的人现在都在为你提供智能。这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我自认为我没有做坏事，我只是在拯救他们和我自己。我为他们提供了甜美的梦境，作为回报，我将他们提供的智能作为梦境的燃料。他们如果愿意，随时都能醒来。但既然每个人都要睡觉，为什么不能一直做美梦呢？我觉得是这样的道理，这里也算我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家园啊。他说的对，我们是自愿留在这里的。我不太明白，但我只是想再陪他们一会儿，我不想看见他们难过。谢谢你，草神大人，希望您能理解我们。大家不用围过来，没关系的。
草神大人既通情达理又热爱人民，不会干涉我们的自由。他好卑鄙。看来我最后的问题也不需要你亲口回答了。你愿意将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是因为有恃无恐，因为只要能把人民作为武器指向他们的神，神就无计可施了。他们只是想和重要的人一直在一起，我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并没有错吧？不想与伴侣永别，与亲朋再见，这又怎么了？如果您更理解人类，如果您亲身经历过痛彻心扉的分别，您就不会这么不近人情了。你的天分与决心如果用在正途上，很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贤者。可惜你蔓延奥秘而心无惧怕，触犯了教令院六宗罪之一。你把人类的感情与冰冷的知能化等号，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痛苦剥离并隐藏。你诱骗他们沉沦，还对这彻头彻尾的恶行毫无自知。痛苦诱骗，这里从创造之初就不存在那种东西。他就在这里，艾勒曼的孩子海达。哎，我的女儿怎么了？这个梦境依托于既定的网络，换句话说，只有体内被植入装置的人才能进出这里。再仔细回想一下你的经历吧。我带着海达偷偷地回到了山坡上，麦纳尔在等我，海达见到了他的母亲。啊，海达他不是海达。因为他没办法和你同时进入到梦境中，在你入梦的瞬间，梦境就创造了一个海达，实现了你想让母女重逢的愿望。那么真正的海达在哪里呢？还留在山坡上。没错，看到父亲突然昏倒或者开始说胡话，他一定吓坏了。那里还有魔物出没，非常危险。海达还在那里，这样的话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我必须马上醒过来，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看来大家都想起什么来了。出于保护自己的理由，人们会远离痛苦，拥抱安逸，这是人类的本能，也是弱点之一。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危险却奋力向前？为什么明知痛苦仍然会迎难而上？因为人类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他们有家人，有挚爱，有朋友，有家园，有尚未实现的人生理想。可你只把最安逸的东西展示给了他们，你的梦境建立在更多看不见的痛苦之上，这不过是一种巧妙的欺诈罢了。好像确实在梦里待了太久了。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我以为神不懂人，才创造了残缺的世界，制造了无数生离死别，没想到你能观察到答案。但很可惜，这也是没用的。想要醒过来就暂时醒过来好了，正好我也想和艾米尔独处一段时间。只要这场梦还在，你们还会回来。人没有你想的那么坚强，更不会乖乖听你的话，哪怕你是神明。该清理多余的数据和杂音了。小心，有魔物。所有人赶紧离开这里，去安全的地方。我是这个梦境的主宰，闯过无数的魔物也是轻而易举。放心，受伤之前他们就会惊醒的。艾米尔不喜欢见到有人受伤，所以你们也给我识趣一点。好。
奥龙。知识与你分享，嘿。简称，现身吧，奥兹。别以为你们就此得手了，这是属于我的梦。只要我想藏起来，就算是神也找不到我。只要人们还渴望幸福，他们就会回到这里，重建这片乐园。不准跑！幻想骤然破灭，这里失控了。糟了，艾米尔！艾米尔！艾米尔！你还好吗，艾米尔？别这样，不！离开那里！不要弄坏我的花！怎么办？去哪儿了？走了，不要你了。我会保护大家。黑之翼，停断昼夜。我是谁？我不是艾米尔，我是……什么？他对虚空技术的掌握还不是很纯熟，创造魔物消耗了大量的知能，系统因此失控了，创造出来的人也都接二连三地变成了魔物，就连艾米尔也不例外。我都被吓坏了，更别说他们。但好消息是，看上去混乱已经平息了的样子，接下来就只需要让这里的人醒过来，回到现实之中就好了。艾米尔，我的艾米尔全都没了，反抗不了命运，也不能依靠知识。还在认为这是我们的错吗？已经不重要了，用于维持梦境运行的知能都变成了魔物，这里短时间内就会崩溃，我的意识也会消失，让我跟艾米尔一起走吧。就算是湮灭成灰，我也拒绝醒来。感觉他受到了过大的冲击，已经万念俱灰了。我觉得，见到艾米尔变成魔物的瞬间，已经让他的精神接受了足够的惩罚。充分认识到虚无之后，应该重温存在的意义了。存在？我和他们不一样，早就只有意识了。以我对虚空的了解，我有办法把你的意识从这里提取出来，装在知识容器之中。教令院应该现在都还保留着你的躯体，你很快就能醒过来了。没必要。让我就这么消失吧。这可不是同情，是我不允许你以消失来逃避律法的惩戒。在那之后的人生，就由你自己决定要用什么方式存在吧。好了，旅行者和派蒙，我们也该回去了，为所有的事情做一个收尾。
怎么了吗？没什么，我们告诉这里的人，醒过来之后都去品梦一刻集合吧。太好了，你们也醒过来了，大家都陆续醒来，城里也好消息不断，看来事情已经顺利解决了，对吧？虽然费了一些周折，应该等会儿会有很多人聚过来，麻烦你组织一下现场的秩序，我和他们去一趟教令院，马上就回来。我们这是要去问问那个学者的状况吧。不过意识回归身体之后，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醒过来，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风纪官了。是草神大人，请问有什么事呢？我想查询一下学籍资料，是否有一位岔河伐罗学院的学者现在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好的，请稍等。久等了，草神大人。的确是有这样一位学者，名叫贝诺尼，因为违规操作虚空而陷入昏迷，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恢复意识，仍在接受健康之家的治疗。哎，他不是叫莫塞伊斯吗？估计是不想被认出来吧，他不愿意被任何人打扰。这里面储存的知识麻烦转交给风纪官，请他们导入到贝诺尼的大脑中。好的，不过出于安全性考虑，我还需要了解一下理由。很简单，这里面是他的意识，之前被困在某个梦境里了，他在梦境中做了一些影响虚弥治安的事，在他醒来之后，我会和大风纪官概述情况。明白了，我这就去做，感谢草神大人。没关系，估计品梦一刻那边的人也聚集起来了，我们回去吧。我们就安静当听，不知道他打算说什么呢。各位刚刚苏醒的人，打扰到你们的美梦，我非常抱歉。在梦境中的处理或许有些冰冷，我也表达我的歉意。梦境拥有非常奇妙的力量，对心智坚定之人，他能鼓舞人心，为理想插上翅膀，但他也有可能乘虚而入，混淆认知，颠倒是非。很不幸，你们被选做了猎物，就像我之前所说，我还在不断学习，不敢说能感同身受那些离别之苦，但看看四周就知道，有过类似遭遇的人并不少见。你们能相聚并站在这里，一同望向远方，你们应该为此自豪。生命的道路非常漫长，我们都很难看到终点，由此我们可能会产生很多问题，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不断经历痛苦？诚然，停下脚步，放弃思考，重复熟悉的做法，这是最轻松的选择。每当产生这样的念头的时候，就看看身边存在的人和事吧。有人终日辛勤劳作，为的是一家人能在夜晚吃上热腾腾的饭菜。有人走遍大江南北，为的是创作出让整个提瓦特都能产生共鸣的艺术品。
有人探寻世界的秘密，为的是预防逐渐逼近而又不可名状的灾难。自我并非生命意义的全部，每一次行动都是对自我与世界的塑造。亲朋好友会铭记你们的所作所为，陌生人也可能因为你们的行动而受惠。为此有许多人哪怕承受痛苦也要开拓全新道路，而当你们走上同样的道路，那些终极问题的答案就会慢慢浮现，也变得不再重要。但如果你们觉得生命就是虚无，那它就会逐渐走向虚无。你们有选择生存方式的自由，但作为神，我需要先叫醒你们。还要不要以放弃现实为代价拥抱美梦，取决于你们自己。纳西达说还有些话想单独说一说，他好像去教令院前面的广场了。好厉害，在梦境里我都觉得有点说不过那个学者了。他利用人性弱点的方式确实很巧妙，或许他自己也早就深陷其中了。那个梦境有难以言喻的诱惑力，甜蜜的让人上瘾，而普通人很难有清晰的判断，但只要能醒过来，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怎么突然这么说？就是，虽然你说你不太懂人类的感情，但你的犹豫我们都看在眼里。刚刚那段演讲也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说的，这不是做得很好吗？谢谢你们。这一路上，我听到了很多悲伤的故事，内心不止一次受到触动。受害者们的行为并不算错，他们想要的东西也不过分。所以，在他们试图对抗我们保护梦境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他们的选择，但我的理解与触动和他们真实经历的痛苦相比，可能连1%都不到。这1%，我不敢认为它是所谓的共情。你要求真高，当然是啦。好的，果然出来转转才会成长呢。感情和知识完全不同，我很难用清晰的言语描述它。贝诺尼，或者莫塞伊斯，说我没有经历过生离死别，可我有种特别模糊的感觉，告诉我并不是这样。我刚进入梦境，就感觉我被一股特别温暖的热流包裹，温暖到感觉自己回到了生命的原初状态，再也不愿意醒来。可是我睁开眼睛之后，那种感觉就消失了，一点痕迹都没留下。打比方的话，就像是一张白纸，擦除了上面的笔迹。我看不见文字，但是能看到浅浅的凹痕。但经历了这场梦境之后，我想得很清楚了。无论那股暖流意味着什么，都不重要。我能确定的是，我曾经被那股很温暖的力量支撑，才能一路走到今天。要是过分在意温暖来自于哪里，那就本末倒置了。刚刚和人民讲了那么多理想的话，到头来自己却做不到，那是不是太丢人了？怎么了？突然一脸沉重的样子。看你好几次欲言又止了，是有什么话想告诉我吗？这样啊，那么睡醒之后不如伸个懒腰吧，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要牵手。大家，手牵手。看见了，